现如今太子之位是你的，谁要是夺我的太子之位，三弟，谁就得死。三弟，杨指挥使，我一时兴起让你受苦了。诸位大人请坐。给三殿下看座。不必了，我这次来是救杨指挥使的，我若不来，你们把他杀了，杨指挥使变成了冤死鬼，我岂不得后悔死？就是杨大人你还不心疼死了？请三殿下指点迷津。没错，我就是来做这个的。杨大人请坐。那书场上是怎么说的来着？花开两朵，咱们各表一枝。这先说哪一枝呢？自然是最好看的一枝。这最好看的那一枝，两位皇兄，又是哪一枝啊？就是咱们三个，谁能当上太子？你们不说话，那就是了。三殿下，恭维大事不在今日所论。要论要论，天时行次全在此论。诸位大人都知道，多年以来父皇欲将储君之位传继于我，然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，视为国本。诸位大人以杨大人为首抗争父皇一己之私意达16年之久，后今入寇边关，父皇幡然醒悟，以为能者立国，方为保全社稷之道。然父皇多年之私意一朝更改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故父皇想出关鲁点兵的主意，我们哥仨谁能打败后金一鲁，便可代父出征，那自然而然储君之位便终有所归。杨大人，圣上心事，做臣子的岂可任意揣度？杨大人持重啊，可就是这么回事啊。皇储大事儿，父皇自有决断，可却决断给了你二哥。红衣大炮果然厉害，不光轰死了后金逆鲁，还轰出个太子。可是父皇并未宣谕立储，就快了，代父出征，得胜回朝，太子之位非你莫属。可我今日说的并非如此，当务之急，我要替杨指挥使脱罪。既然有罪，那就脱不得。可我没有死啊。行刺皇子，死不死都是死罪。大哥真的这么心疼小弟？你终归是我兄弟。多谢大哥。可我若是请他行刺呢？这不可能。父皇宣谕关鲁点兵，此前训练场上两位皇兄可曾见过小弟？你根本没带过兵，这临时抱佛脚那是没用的。大哥明鉴，所以代父出征根本就没有我的份儿。未来的皇储之位我也是鸡飞蛋打，可我不在乎，我不想在战场上摸爬滚打，我也不想未来的储君之位到底是谁的。杨大人，你可曾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会帮你劝解父皇坚守国本。三殿下以社稷为重，臣心中敬佩，可我不打算这么做。父皇关鲁点兵完全是要儿臣难看。三殿下不可如此揣度，国难当头，陛下做此决策亦必大功。错了，三个皇儿，父皇明知我罪不知兵，却以兵势了断。父皇这么做，就是要他的儿臣知难而退，他是要做给天下人看。三殿下，杨莲，你怕我父皇，我不怕，他就是要儿臣难堪。三殿下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君父即使有过，亦不可妄议。杨大人，你慌什么？我不过是想说说实情让大家听听。三殿下要慎言。诸位大人，这实情就是刀枪无眼，
父皇从小最宠爱他的皇儿，可还是让他出乖露丑，那么他最宠爱的皇儿也要给他个好看。十字金柄，是刀非刀，全凭持刀人一念为之。杨仪的天主啊，基督啊，大有我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。我送你此刀，正有此意。然杨不依终是被人绑架的。杨大人，我既是要玩，那就得玩得像模像样啊。三殿下的意思，你和杨天石串通一气，欺瞒陛下。杨大人言重了，就是这件事情让我父皇知道了，也不打紧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。父皇那里一切有我，我自会请罪。三殿下，圣谕皇皇，总要给陛下一个交代呀。退堂。三殿下对我杨家三代恩同再造，若是没有接到你的飞鸽传书，唉，你可真是把我吓个半死啊。
卑职的鸽子都经过特别驯养。可若是你那鸽子飞到了奉圣夫人那里，你说他会如何取舍呢？好了，过去的事咱们就不提了，这个位置还是你坐，你坐在这里我比较安心。三殿下如果想坐不妨。我看你还是不明白我为何帮你。其实我是在帮我自己，父皇官禄点兵明摆着我再无太子之望，我要你在教练场上输给我，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儿戏。你若是在教场上输给了我，众目睽睽又有谁会相信呢？所以我接到你的飞鸽传书并不惊讶，相反我倒很高兴，因为这样我可以帮你，可以帮奉圣夫人，可以帮我的拜把子兄弟杨布衣，受你一刀我又不会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三殿下洪恩。我还知道受你一刀之后，从此就有一家最忠心耿耿的人辅佐我登上帝位。三殿下明鉴，此事已绝无可能。宫外有你，宫里有奉圣夫人，宫里宫外都是你杨家的人，有什么不可能的呢？三殿下真要卑职帮你夺嫡？是他们，是他们先屠戮我的厨卫。是他们先夺了我的厨卫，是他们。三殿下，他们卑职从此任凭三殿下驱使，我杨家三代对朝廷忠心耿耿，谋逆之事未曾与闻，故三殿下若要驱使卑职发动宫闱之变，卑职只有死在三殿下面前。谋逆？谁叫你谋逆？我不过是让你帮我。不知三殿下要卑职如何帮？你说呢？卑职不知。可若是父皇宣旨立我为储君，你又如何？陛下官禄点兵已然暗示朝野储位有归啊。国难当头，父皇临时抱佛脚，无非是让二哥去打努尔哈赤，然而储君之位并非是他的。国之大事为祀与荣，这个我比你更明白。朝廷的制度典章比不上皇帝的一句话，今日晴明日雨，翻云覆雨的事父皇干的还少吗？三殿下的意思，陛下会服逆朝野？他服逆了16年了，就不能再服逆一回？三殿下有此把握？我不会让你谋逆，我会爱惜你杨家三代的生命。可若是父皇立我为储君而朝野不服，我要你站在我这一边。陛下大都哑巴了。说话。
杨布衣，卑职在。杨布衣，即日起你为奉圣将军，谨守奉圣宫门。三殿下，奉圣将军虽是虚衔，但只有陛下方可任命。杨布衣，你还不接旨吗？圣谕即日下达。遵命。三殿下。金枝啊，我改天一定请你到宫里去玩。我要你们说话。后金逆鲁如此骁勇，卑职确实没有想到。我没让你说你没想到的，我让你说想到的。陛下该办的他老人家都办了，小爷会怎么办，嗨，这猜也能猜出来。如今得力的只有二爷一个，剩下的就是大爷您该怎么办了。都是废话，我问的就是我该怎么办。陛下他老人家的事情从来都是前纲独断，就是奴才我也没办法呀。想要二爷做不成太子，也只有一个办法，让他大败而归，或者让他根本就回不来。可就是这件事真能随了大爷的意思，这宫里头还有个小爷呢，储君的位子还是未必能轮到大爷呀。二殿下远征努尔哈赤，千里迢迢，想要他回不来总还做得到。最难办的事还是在宫里。以往的失败没别的，就是咱们太婆婆妈妈。要杀人还管他娘的杀哪一个，弑君之罪。